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至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傅金华医师。在台湾，35岁以上的妇女平均每3个人就有1个人罹患了子宫肌瘤。你们如果出现了类似在生理期的时候大量出血，导致贫血、头晕或是频尿，甚至有不孕方面的问题，可能就要考虑是子宫肌瘤在作祟了。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谈谈这个话题。我们邀请的来宾呢，他不但是妇产科的专家，同时也是妇科泌尿疾病方面的翘楚。为您介绍大林慈济医院妇产科许君硕主任。许医师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许君硕医师。那待会呢，我们再来请教许主任。接着为您介绍现场为观众朋友接听 call in 的医护团队。第一位是直肠外科徐大文主任，影像医学科徐文庆医师，关节中心许家珍医师，肾脏内科黄志良医师，急诊医学科庄清祥医师，复健科王淑仪主任，护理部高小玲护理长，最后一位是护理部刘继慧护理长。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05-2648-0666 2648-0666，欢迎观众朋友多加的利用。虽然说子宫肌瘤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的，不过因为它发生的比率还是比较高，所以观众朋友对于它怎么产生、它有什么症状、需要怎么样的治疗、是不是一定要开刀等等这些问题，一定都非常的好奇，希望在节目中能够给你一个答案。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后大家再讨论。就是血块很多，很多天是不会，但是量很多，就是2-3天都集在一起，量很多，所以我一直都是很虚弱，这样贫血，就是很怕 MC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量多，会让你觉得造成心情上的恐慌这样子。46岁张女士每次生理期时都很不舒服，不仅经血量过多，经期结束后还会有头晕、贫血的症状。在4年多前就医检查后，发现有1颗2公分的子宫肌瘤，医师建议她进行手术切除。那个医生检查到我有差不多1-2公分的肌瘤，然后他就很紧张，就说要不要赶快来住院啊，来开刀啊什么之类的。不想接受手术切除子宫肌瘤的张女士选择追踪观察，并积极以饮食与运动等方式调整生活作息，试图让子宫肌瘤不再长大。不料近1-2年来，除了头晕与经血量大之外，还再加上频尿与失眠等情况，严重影响生活。2011年5月，张女士到大林慈院就医，妇产科许君硕主任诊查之后，为张女士做腹部超音波检查，发现她的子宫肌瘤已从2公分快速长到7公分。子宫肌瘤是妇女最常见的骨盆腔肿瘤，主要由子宫平滑肌和结缔组织纤维异常增殖所致。以肌瘤生长的位置可分为子宫肌肉层内肌瘤、浆膜层肌瘤及子宫腔内黏膜下肌瘤。子宫肌瘤最常引起的症状是经血过多、骨盆腔疼痛，或是因肿瘤压迫器官造成频尿、腹胀、肾脏水肿以及影响受孕等症状，但也有些人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症状。我到慈济开始看诊的时候，医生才觉得说，哎，我的肌瘤好像变大了。我就给许医师看诊啊，就是等到停经以后，它会自然的萎缩掉。他也不建议说马上开刀。在台湾，35岁以上的妇女，3个人中就有1个会长子宫肌瘤。以往要根治子宫肌瘤，大多是将子宫完全摘除，不仅手术伤口大、复原时间长，对许多妇女来说，还会造成心理上难以抹灭的阴影。想请教徐主任，这个张女士她来找您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她来就是讲说她月经量很多，是好、哦、那月经量很多导致她生活不方便，好、哦、那就是有些人她就是她还会引起一些频尿症状，因为她可能是有压迫到膀胱，是对，所以好像是说她外面的诊所医师告诉她她就是已经有罹患的子宫肌瘤嘛，对，那观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说子宫肌瘤它到底长在什么地方，那它是什么样形成的呢？其实目前子宫肌瘤的形成的原因不明啊，通常是自己卵巢的荷尔蒙刺激子宫的肌肉
然后肌肉层慢慢长成一个像类似像肉瘤的东西，它就是像肌瘤。那有些肌瘤就是一些症状，就是根据它长的位置来决定的。好、哦，就像我们有些哦，它就是肌瘤，它有的长在子宫的中间，好、哦，这是内膜它的中间。那这个的话，就月经量会特别多。那有的是长在外面，如果长在外面的话，这是几乎没有什么症状的。那如果是长在子宫的肌肉层内的话，那它就有时候会越来越接近这层内膜。那这样的话，月经量就会比较多。那有的会长在前面的话，它就会压迫到膀胱。那压迫到膀胱就会有频尿症状。那这种的话，也可以考虑要处理。那有的会压迫到肠子会便秘。不过压迫到膀胱比较容易啊，压迫到肠子便秘的情况比较少。那有的它还会合并疼痛的症状，那所以看它长的位置来有根据有不同种的症状。是、嗯、对。那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会说会导致会有受孕上的问题，是因为也是长的位置有关吗？对对对，有些它长在正中央，哦，长在正中央，那有的刚好长在比较少见，长在前面，那精液没办法进去，那受精卵没办法着床，所以它也会引起受孕的问题。嗯，对。那伤好像更严重，如果影响到附近的器官也会有问题，像如果比如说影响到肾脏呢？对哦。对，那有些它因为我们膀胱的外面它有一些输尿管，那如果子宫肌瘤长在比较外面的时候，它会压迫到输尿管，那输尿管它会引起那个肾脏的水肿。是，哎、对对对。所以主要也是看它长的位置跟它的大小而定嘛。对对对。那什么样的人容易罹患子宫肌瘤，还是说它有年龄上的一个分别呢？哦，大概。什么样的人容易患，目前还未知啊。是，哦，对，那但是他有年纪有盛行率有根据年纪有关。是，好，那大概一般我们大概说三十岁大概20-30%，40岁大概就30-40%，啊，50岁就大概越高就是50%。但是因为停经后，在50岁以后停经后他的荷尔蒙就下降，所以他肌瘤就会萎缩。好、哦，所以大部分在停经后，我们大概就会萎缩到那个，就是盛行率就会下降很多。是，对，那。一般平均来讲，从就是有生育年龄，就是还没停经前，平均来讲可以可能到大概三分之一到40% 左右。是，哎，对。所以其实发生的比率还是蛮高的。对对对。那发生比率这么高，那观众朋友会好奇，就是说这个子宫肌瘤会不会有变成恶性啊，变成一个恶性肿瘤这样的机会呢？对，那个变成恶性肿瘤机会很低啊，因为子宫肌瘤变成恶性肿瘤大概只有0.5%，好，也就是。相对来讲，就是1000个大概2-5个才会变恶性的，也就是子宫肌瘤1000个有995个，99% 以上是良性的。是，所以我们一般看到肌瘤，大家都会觉得这是良性的。不过当有一种情况，就是肌瘤突然间长得很快，是，好，如果说就是说我们可能一下子快速长到6-7公分、7-8公分，一下5-6公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停经后，如果停经后理论上它肌瘤会萎缩，但是停经后如果肌瘤还持续在长大，本来可能4-5公分，再长7-8公分，停经后再长，这种就一定要强烈怀疑恶性，就一定要开刀。是，对对。所以就还是要看病人的状况而定。然后，那大部分的病人可能平常没有什么症状，那我怎么样去注意说我可能是有罹患的这个子宫肌瘤呢？对。绝大部分是没有症状，就是，一半以上都是小颗的。那这些怎么样去怀疑？就是可能摸到膀胱的附近有一颗硬硬的东西，是硬硬的肿瘤。好，可能在自己平常在摸肚子的时候，有时候会摸得到，那就是可能要怀疑，就要来妇产科诊所来做超音波。那有时候来做抹片的时候，我会。可能顺便来做个超音波。那做超音波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发现到一些肌瘤，不过通常这种肌瘤都是很小颗的，是，大概都1-2公分，没有什么症状。是，如果说它没有长大的话，就是只要观察就可以嘛。对对对。那如果越长越大，就可能要处理了。对对。所以根据这个子宫肌瘤它发生的这个原因，然后还有这个生长的速度哦，来判断说它到底需要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啊，当然说手术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接受手术吗？我想许医师待会带来这个详细的说明。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的介绍。我一直就是很怕晚上睡不着嘛，我真的很积极的在调试自己。最频繁的话就是1个多钟头就起来一次这样子。那因为我也都不想尝试吃那个镇定剂啊，我觉得那个对身体应该都会不好。
每一个小时就起来上一次厕所，日夜频尿已经严重影响张女士的睡眠，再加上生理期经血量过多，头晕贫血的她甚至需要休养两三天，无法工作。我女儿就觉得我好像婴儿一样，白天也要睡，就是补眠一下这样子，然后很容易疲倦，精神非常的紧张，压力很大，像我不太敢出远门，也不敢出国。2011年年底，张女士再次回诊妇产科，许君硕主任诊查后发现，张女士有三颗子宫肌瘤，分别是8公分、3公分与2公分，位于子宫肌肉内层内肌瘤。三颗肌瘤将子宫撑大两倍，造成经血量大，肌瘤也压迫到膀胱，导致频尿。徐主任先给予抗痉挛药物，使膀胱稳定，若无改善，再选择以手术切除子宫肌瘤。子宫肌瘤无症状的患者多不需治疗，症状轻微的患者可用药物控制。停经之后，因缺少女性荷尔蒙刺激，肌瘤会逐渐缩小，症状也自然消失。但若停经之后肌瘤仍持续长大，就有可能是恶性肿瘤，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就是每个月我还是一样 MC 量很多，然后如果睡眠品质又不好，就是觉得再怎么样努力的，我是觉得一劳永逸，还是开刀把肌瘤拿掉这样子。手术房里，许君硕主任以腹腔镜进行子宫肌瘤摘除手术。他先在张女士的肚脐下切开1公分的伤口，放入导管，将二氧化碳注入腹腔，形成手术空间。接着再置入腹腔镜镜头，在腹部左侧再切开2个0.5公分的伤口，将辅助器械置入到腹腔里，在子宫肌瘤上注射血管收缩剂，将肌瘤自子宫剥离，再切除肿瘤，并利用器械将肌瘤切成长条状，透过切口取出，最后再缝合伤口，完成摘除肌瘤的手术。不仅伤口少、出血少、住院天数少，患者在术后伤口较不疼痛，恢复也较快，是目前最常被采用的治疗方式。从影片中知道，这个张女士哦，这4年来她的子宫肌瘤从2公分变到7公分，那是所有的肌瘤都会长大吗？还是说以这样的速度算快不快呢？这样的速度，说快不快，说慢也不慢了。好，对，那所有肌瘤，大部分肌瘤都维持原状，它不一定会长这么大，大部分都维持在差不多，可能，4-5年追踪起来，可能长只长1-2公分。是，对对对，这种就速度很慢，我们大概就是不理它。主要张女士是因为有其他的症状，其实7公分很多7公分也不一定要开刀，大部分是不用开，它主要是经血量多，然后还有频尿，睡眠品质就不好，所以他才会考虑到开刀。是，要不然如果说没有这些症状的话，其实7公分很多病人都不开刀，就追踪，这还是追踪。对，那讲到症状，就是子宫肌瘤因为产生其他一些症状，那一定要开刀吗？在开刀之前，难道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忙吗？哦，对。那个如果说一些就经血量多了，重点是经血量多，如果经血量多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先用药物，有些一些荷尔蒙的药物，我们可以尝试让内膜薄一点，让月经量减少，那试着吃一些利用避孕药来调经，让内膜那个月经量减少，那这样子如果可以撑到停经，停经以后它就稍微萎缩，那就不会再有经血，那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开刀。是，对。那频尿的部分呢？好像张女士也有试过一些药来减缓那频尿。对，还有用药物来试看看，但是用抗痉挛药物啦。但是如果说用抗痉挛药物没有效的话，因为有时候实在是因为肌瘤比较大，然后就压迫到膀胱，那你怎么用药物，它也还是没办法，因为有个外物啊。那这时候就只好开刀。对，是。所以像张女士的情形，可能试过药物治疗，那效果不佳，对对对，所以就可以选择开刀的方式。对对对对。那开刀方式就是过去传统好像就是直接要开肚子把肌瘤拿掉，那现在的开刀方式有不一样吗？对，
哎，是有很多啦。像肌瘤的话，我们以前最传统的就是开肚子的手术。那当然有的会就是全摘除子宫，全摘除。那以前大概就是以前都很多都是整个子宫拿掉。是。但是因为最近保留就是保守的疗法越来越盛行，就是很多人都希望保留子宫。是。哎，虽然说他没有要生，可是他还是希望保留子宫。那我们这个如果说他肌瘤不是很多颗多发性，因为肌瘤如果只有单一颗的话，那如果开刀拿掉的话，这种复发率比较少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考虑就是只拿瘤。那但是以前的方式就开肚子要一个十几公分的伤口，是。那我们现在就会考虑说开腹腔镜，利用三到四个小洞，然后把它肌瘤取出来。是。对对。那我们有一个器械叫做就是肌瘤取出的器械，就刚刚影片有看到。是。那我今天现场也有带过来。好，那我请徐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就是所谓要把肌瘤取出来好的器械。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里前面哈，有个那个这里，我们把那个打开，这会有刀片，好，刀片会跑出来，这是有刀片，刀片会跑出来，好，那就利用这刀片，我们将肌瘤削成一条一条的，好，从肚脐从腹部的小洞那拿出来，是，好，对，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我们就会伸一个好器械进去，是，好，那我们。好，会去抓住，我们就以这个香蕉当作肌瘤，那我们会抓住肌瘤，那我们就踩住，然后就这样子，像切苹果一样，是，好，这样慢慢切，好，切成一条，好，切一条器械，然后把它取出来，是，就这样一条，好，把它拿掉，所以就这样一条一条的，好，当然没有这么小条，一条一条的，比较大条这样取出，是，对。所以就是等于把肌瘤切割，肌瘤这个机械切割，然后把它慢慢的一步步一部分的取出来，这样子。对，因为现在的科技进步，以前这种东西哈很重，像举哑铃一样，大概十年前。那现在科技进步，这个东西已经变得非常的轻，所以我们就会说，越来越大的肌瘤，越来越大的都可以用这个取出来。对。那像这么精细的这样的手术，非常技巧性哦。那如果单一个肌瘤就好，如果说是非常多的肌瘤，是不是花的时间要特别长呢？对对对，花的时间比较多。但如果多发性的，就是如果三颗、四颗以上，是。那我们有时候不会建议说病人就是拿瘤就好，因为。如果三颗四颗以上的只拿瘤的病人，因为他比较容易复发，大概有40%的复发率，所以像这种病人，除非他很坚持，要不然我们都比较偏向建议说子宫摘除，这样子比较不会再复发。哦，对对，因为复发率还是有啦哈，所以还是要看病情而定。对，主要是看肌瘤长的位置还有个数，个数其实数量是蛮重要的。对。那这种新式的腹腔镜的这个手术方式，它的优点在哪里？哦，就是当最因为伤口小嘛，然后所以病人就比较不会痛，然后术后恢复就是比较快出院，是，比较快出院。那腹腔镜拿瘤的话，它的术后恢复时间是稍微快一点，比拿全子宫稍微快一些。是，对对对。所以所有的子宫肌瘤患者都适用这一种吗？还是说还是有一些限制在？对对，这是有限制的，主要是看它长的位置啊，位置，对，位置来决定要采用什么步骤。所以其实看它的位置，因为我们肌瘤有很多种位置哈，它有的长在外面，有的长在肌肉层，有的长在子宫内，是，这种要处理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是，对对。所以经过这个徐主任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新式的腹腔镜的手术可以很轻巧的把你的子宫肌瘤取出来，那这样子愈后也比较好。那术后之后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呢？那这个生活的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这样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有，有哈，好，那个我看一下。他就是也很细心的，所以我想说，做腹腔镜可能是伤口会再小一点，这样子伤口真的很小，而且也恢复得很好，就是相信医师嘛，就把身体交给医师这样子。像肌瘤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觉得说等停经以后啦，让它就是自然没了，这样子萎缩。可是我觉得说像我这样子就长痛不如短痛，就是因为许医师他的开刀结果腹腔镜以后就是整个都有改善，
那我通常平常去散步也不用说一下子就想上厕所嘛，我散步的品质也变好了，睡眠品质也变好了，然后在家里啊有客人来啊我一起喝茶呀，我不会一下子就想要上厕所啊，真的是改善很多，精神感觉都不错，真的跟开刀之前真的是差太多了。你那个频尿有没有好一点？有好多。摆脱日夜频尿的张女士身心显得轻松而自在，她感恩有许君硕主任将近一年来循序渐进的引导与治疗，不仅对子宫肌瘤的治疗有正确认识，也在双向沟通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使她从此不再因生理期而感到困扰，重享健康自在的生活。这个张女士术后就是生活品质大大的改善哦。那她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需要就特别注意的呢？其实术后重点就是刚手术完之后，可能就是多休息嘛。好，前大概前两三个礼拜大概要多休息，因为可能久坐久站会不太舒服。是，嘿，对，那重点就是术后就是有要定期的回来追踪，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肌瘤有一定的复发率，是他现在是做最保守的，只拿瘤不拿子宫，那这种的话有一定的复发率。啊，张女士她只有一颗肌瘤，那一颗肌瘤的复发几率根据统计大概有20%，大概有1/5会复发，不过大部分复发都很小颗，或者是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好，那所以还是要追踪，但至少在3到6个月，可能要回门诊做个超音波。是，哎，对，这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在停经之前，它还是大部分都还是有可能会再复发或再长，哈。所以在我们一般的生活或饮食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来减少说可能复发这样的机会？那就是。有一些就是有含有荷尔蒙的一些食物啦，好，通常就是一些山药啊，好，尤其是山药，我好像有看到有些病人啊，我感觉说山药好像蛮多荷尔蒙，那还有，就会吃了就复发，好，啊，第二就是有一些大豆异黄酮啊，好，那还有一些当然。当归、熟地，好，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六味地黄丸这些的中药材，多少会有一点那个荷尔蒙。那蜂王乳也是有一点荷尔蒙，对，所以这些饮食其实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对对，还是要可以征询我们妇产科医师的意见。对对对。那刚才节目一开始有介绍，我们徐主任是妇女泌尿科方面的一个专家哦。那在你的门诊里面，常见这些妇女泌尿方面的问题，可能是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考虑的呢？哦，你说针对这些泌尿的问题，对，其实频尿哈，大概。最常见的我们在门诊就是最常见是膀胱发炎，是膀胱发炎，那通常就是做个膀胱的就是验尿就大概知道有没有发炎，那这种就是多喝水就好了，是多喝水，很多多喝水就会慢慢解决，不要憋尿就是解决。那张女士这个是因为长肿瘤压迫到引起的频尿，那有些频尿它也不是跟发炎有关，有些是可能膀胱本身就不稳定，所以有时候像张女士这个情况，我就会尝试着先给药物，因为它可能不一定是肌瘤引起的频尿，有时候是膀胱本身的不稳定引起的频尿，那这种也会药物可以压抑下来，慢慢的就好了。是，对，可能隔一段时间就好，可是她张女士用药物没有办法治疗好，所以我们是可能就认为说哦，那个可能是肌瘤引起，术后她真的有比较好，是，对对对，所以我们认为她的术后真的比较好，所以我们猜测或者是正确的，是子宫肌瘤导致的嘛？经过徐主任今天这样的说明跟详细的讲解，大概观众朋友对子宫肌瘤有深一层的认识哦。那不过所有问题还是要请教专科医师，不要自己擅自做任何的判断，才不会。